baby 们，今天终于吃了一次和我名字相关的抹茶千层了，切了一块给吃饱了。哇！数一下，有一千层吗？像这种千层切下来的感觉超爽的，不要我的好像肚子有点饱了，但是不能浪费。哇啊！我能说句实话吗？我真的吃饱了啊，最后一口。到底是店家太实诚了，还是我的胃口变小了？点个赞呗，谢谢。